这个条例非常好，也非常的温暖人心，这样越来越多的流浪犬的数量就会得到控制，毛孩子们都有家了。因为我自己家的狗它也是捡的嘛，然后捡的时候看着挺可怜的嘛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应该随便的弃养狗，我还是挺支持这个罚款的。因为这个狗狗到咱们家以后就相当于咱们家庭的一员，如果随便弃养的话，我感觉是从咱们人的道德上还是从狗狗的心理上都会造成很大伤害。可能有些人因为有的时候很喜欢猫狗，觉得很可爱，但是真的饲养起来发现费时费力，三分钟的热度。那弃养甚至虐待犬只的行为不仅不道德，还会给社会增加负担。我们在买狗之前一定要认真思考，一，我们是有没有能力去照顾这个狗狗，二，我们有没有经济条件去养好这个狗狗，三，如果这个狗狗生病啊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故了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能为它做好完美的善后啊。